好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场内的这波比赛是来自主场客战白塔山混合场，张三张老板的一号贵州大牛，迎战来自石林海一发型最优秀的我们的长毛王子哈，长毛王子，你要用都是的，哥，快点上刀就行了，腰部，腰部，你还是要用腰，腿上刀就行了。 两条赛牛跟他打斗以后，牛主蹲下来，两条赛牛打的都是积极主动的类型，不用人推。然后我们有些支持说，这位王彪哥，你也是把那个武马你怎么把位置打住了？不是，我把那个人家那个死掉了，把他们把那个兵力将，你自己看看，全都死了。 然后场内的三号赛牛就是我们的长毛王子，长毛王子曾经在红路口都跟大家单杆获得过亚军一次，也参加过海一亚大斗争城市无限的比赛，也有过不俗的表现。啊，我们王子好，你是个头，啊，就看你今天头不头，你叫他吃。然后多动一下，然后长毛王子，两个是。 他妈王，这两个是支持我的，你们那两个这个，这个他妈的，你打多久？这个日好，多久？这个。小姨，你要走这边怎么拍？这个走不到。哦，这里下来了，来自我们大道上宝塔四楼的老板，有枪枪，没得你身上有血。啊，哦。 一个自认为失踪、身高自满，又是那死了的老大，好多死不掉，和那个死了是他，他当时死了。好了。等我细细想想，再说说。你是叫石亮的死了老大，为厂长命令的。啊，打到这个死了老大，啊，毕竟你是他带上的，啊，又有厂长命令的，从上有血有名，另外，啊，失踪这个老大是。 没多了一半，是吧？失踪这个老板是没多一半，打到这个老板是没多优势。走走。哦，长毛王子今天的状态还是好的啊，积极主动。这两头鸡有可能会打一个六分钟拉脚，两头牛体重都是超过差不多一吨的那种。重量级的。来放哥的，重量级的。重量级的。来放哥的，红头找上哥的吗？ 走，走，到你这边。啊，就晓得你们练练本事，你家一天那个一蹬一跳，好跳的呢。是些跳的那个刀法，都是些好多真心话，给。别出小子，这就一点都不小声，别出个小子啊。 哦，小影又到了，剩下25套啊！是啊，来路呢，你要打呢，这个包子都煮熟了。对，没错。你也都弄到过，让他拿点来回来。你看他真吃，真干呢。日后呢，你就是跟江江下来那个小朋友，就是一车拿回来了，这一十个拿回来呢。 因为水做好了小，刚刚留样特别好。我放你边。可看出来，不错。水做小，动作的弱。 质量要上一回啊，重量级他又来到了，到了第一轮脱臼啊，我就吃血还需要了，这就需要，你的亲。
刚刚这条鬼流已经回来，所以你被每个道指挥还是这个在此呢出场。这组打斗时间应该在四分钟以上。小心，你要小心。八小时间快了。两头赛牛产生的打斗，势均力敌。时间到，马上来，蹲蹲蹲，啊，二号人直接冲过去，哎。老乡，老乡，长毛王子，老乡，老王子，老王子啊，你怎么叫不长毛王子，怎么叫不惯？老哥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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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光头哥哥啊，谢谢你，伤伤了你哇，你们还不够？哦，长毛王子还是有点伤。哦，这还有刀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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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杜，老杜，小的还有刀呢，还有刀呢，你不许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我忍得到你们都行。好，老总长，这个心思啊，还要继续打两个，你们放心，跑不回都不会跑的。咱们说过啊，他们都是去上只要你忍一刻，他就忍得了，他就要走。但是上一回，你来的还是要攒，还是要打。分。